这是我们来到珲春的第十天，此时大雪将至，我们不得不离开。喂，我在非洲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做野生动物保护，已经有8年的时间。起初我决定去马赛马拉，是源于我儿时的一个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肯尼亚真的看到了这样的画面。决定留下来保护他们，陪伴他们。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去非洲出差，与自由奔跑的狮子正面相遇，辛巴也许还会继续守着办公桌，写着各式各样的公文，接待天南海北的客人，安心做一个名叫卓强的公务员。当梦里的狮子变成真实的场景，卓强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
灵魂自由的代价是夜以继日的冒险。卓强辞掉公职，改名星霸，把清晨和傍晚装进巡逻车和帐篷。马赛马拉八年，辛巴变成狮子王。第一次见到辛巴是在机场，我们共同参加东北虎国际研讨会。我试着向他发出邀请，共同调查中国东北虎的生存状况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。在梦里，出现的是中国的东北虎。他用真挚的眼神看着我，又转身，轻轻离开。东北虎，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，它是中国人的图腾，是神，是勇敢而孤独的灵魂。中国珲春有一片广袤的森林，这是东北虎的神秘世界。距离珲春市区不远，有一座人工建设的东北虎园，这里有接近野外的放养环境和充足的食物，生活于此的东北虎可以安全度过一生。母虎是东北虎扩大种群的关键，它们一旦成年，就会建立新领地，吸引公虎，完成交配繁衍，并一代代深入扩张。因此，研究母虎家族的迁徙，是判断东北虎在中国境内扩散状况的重要依据。野生东北虎极难见到，除去监控画面和照片，我们的东北虎镜头均拍摄于此地。但这里并不是辛巴期待的地方。辛巴的目标是野生雌虎和它的幼崽，追踪它们的扩散路径是调查中国东北虎生存状况的有效方式。我们将一起面对一场未知的旅程。这就是妞妞，是一只有着传奇经历的东北虎。珲春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发现妞妞一家时，她已经是一个母亲。妞妞不仅长期停留在中国境内，而且成功完成两次繁育。她的后代中有许多是母虎，是辛巴理想的追踪对象。在如此辽阔的区域中，寻找一只东北虎，是一项冒险的举动。
这里已经进入到寒冷的冬季，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随时侵袭我，甚至打乱我的计划。与非洲喧嚣热闹的草原不同，中国的东北虎栖息地异常寒冷安静，这里还没有太多游客的脚印，密林之中皆是藏身之所，这是东北虎种群恢复的希望之地。但是天气预报显示，10天后这里将被暴雪掩埋，因此只有10天时间完成调查。我们必须找到了解这片森林的当地科研人员，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才能快速进入东北虎的秘密世界。来，小马老师，我领你看看我们这电子沙盘。现在红灯这个亮的大区域就是珲春林业局的一个辖区。我这次来希望找到一只老虎，听说它带了2窝幼崽，都成功带大。我不知道它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啊，你说是我们那个给它命名英雄母亲那个妞妞吧？对。啊，他现在是这样，2014年和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一带发现他生了2窝，而且都成功带活了，就在这个区域。最近他的孩子就在这一附近，就是在活动。我们这儿就是发生过一个故事，就在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村子，他那个村边上当天2头牛，一个大的一个小的，被2只老虎干掉了。完了，我到跟前去找脚印，一看，一个大老虎脚印，一个带小老虎脚印。这就是妈妈做石盘，我抓个大的给你小一下。会不会是妞妞？无法判断。科研人员告诉我们，东北虎只有交配期才选择短暂的群居生活。幼崽终其一生都可能见不到爸爸，他们由妈妈抚养长大。而郎建民给出的第一个寻找点位，正是科研人员经常发现雌虎踪迹的地方。你好，站长。欢迎欢迎，非洲狮子。我们珲春保护区啊，一共6个保护站，6个保护站我是马迭达保护站。那只老虎妞妞，妞妞，估计现在在什么区？妞妞在这个区。哦，在这个区。因为它跟那个俄罗斯交界嘛，在这跟前。这个地带呢，食物链比较充足。东北虎独来独往，行踪不定。妞妞留给我的谜团才刚刚开始展露，我不能低估寻找它的困难。你第一次看到妞妞是在这个位置吗？那不可能能看到的，它能很远能闻到人的气味和人的声音，自然而然老虎就躲开人了。它潜意识还是挺怕人的。对，跟我们在非洲的非洲狮不太一样。我们在非洲就是我跟狮子关系很好，好多连在一起。我有时候巡逻的时候，狮子看到我的车过来，他们就会围上来，就在我的周围活动，跟我很近，有的只有2-3米。这是马迪达保护站辖区，它位于长白山余脉，山体连绵不绝，由针叶和阔叶林交错覆盖，复杂的地貌
形成东北虎天然的狩猎场和隐蔽所。历史记载，这里曾是东北虎的生存乐园。东北虎的听觉和视觉非常灵敏，他们会主动躲避人类，因此要想在此地追踪东北虎并非易事。奇怪的是，前一天深夜，一只老虎主动袭击了人类牲畜，而且事发地并不是密林，而是人类居住区。这是当天呢，老虎是搁这边追的，就追到这儿，追到这儿以后，就在这第一时间给它杀死。嗯，都有血嘛，有毛。嗯，完了之后，所以啊。你这血就很多血呢。东北虎为什么冒险进入人类领地？昨天王德利在这里进行过调研，留下了人类的气味。按照常理，老虎一定会闻到，并且意识到危险迫近，放弃猎物。但这只虎并没有这么做。吃得干干净净，不可思议。那骨头是一定有的。这意味着，昨晚王德利走后，这只虎曾冒险返回狩猎现场，吃掉剩下的猎物。还有更可怕的一种可能，昨天王德利在现场勘察时，这只虎并没有躲远，他就在附近，监视着人的一举一动。这次诡异的捕猎行为，与东北虎孤僻怕人的性格并不相符。除非他有迫不得已的原因，比如冬季缺少食物，或者需要养育幼崽。如果这只捕猎的虎就是妞妞，那么他此刻也许正在艰难求生。科研人员告诉我们，妞妞有三只幼虎，老二和老三是女儿，老大是儿子。对妞妞来说，同时带大三只幼虎并不容易。随着三只幼虎长大，他们眼下的生活很快就将失去。公虎一旦接近成年，就必须远离母亲，寻找新领地。但他此时的生存经验并不丰富，他将面对的不只是饥饿，还有其他公虎的挑衅。分别的日子总要来到，大自然的规律无法违背。妞妞决心赶走老大，
老二和老三默默地看着老大的背影，也许也在隐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。冬天的森林，食物短缺是常态。如果妞妞仍在这里觅食，我们就还有一丝希望。尽管亲眼见到的可能性很低，但是至少可以用红外相机监测到她。这意味着，我们必须在妞妞到来之前架设红外相机。我们要跟妞妞打个赌，赌她没有离开。珲春的冬夜越发寒冷，但最寒冷的事情发生在今夜。8年前，辛巴刚到非洲时，那里的人与狮子同样有领地和食物之争。马赛人曾大量猎杀狮子，这一度导致非洲狮数量急剧减少。那些捕猎场景，辛巴至今仍历历在目。这只虎脖子上有明显的伤口，嵌入身，像是被猎套雷伤。它是一只刚刚独立没多久的亚成体虎。冬季食物缺少，小虎饥饿难耐，只好冒险到人类居住区觅食。它希望找到一口吃的，填饱肚子。小虎一路寻觅，饥肠辘辘。寒冷袭来，疲惫让他无意中一头撞进猎套。他拼命挣扎，
猎套却越勒越紧。他奋力挣断猎套，但铁丝却深深地勒进他的脖子。他倒在路边，渐渐失去呼吸。这个消息的震撼，一整晚都挥之不去。妞妞家族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？但愿这只是个猜测。你好，我是辛巴，马蒂达保护站介绍过来的，我们来寻找一只老虎的下落。啊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这个套我给你演示一下啊，这是动物钻进以后撸上了吧，它撸上了以后，它要是动物套一挣呢，一挣以后这个扣又扣一套，把这套扣死以后，你想出都出来，等等的勒多紧就到不紧，没个出来，所以呢不缓扣，只要动物钻进去准备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这都很多年以前的了，我们现在经常上山，青山青套啊，巡山啊，看不着了，没有了。您知道妞妞这只老虎吗？知道，这只老虎很有名，他这个老大就在我们附近发现过。发现过老大？嗯。那去哪儿了呀？当时上俄罗斯了。那妞妞和老三在这儿发现过吗？对，这个就有记载，上山以后发现他们娘俩的足迹了。哦，去哪儿了呀？当时往那西南方向去了。早先这个他们这个生存条件不行，他们在这不在这定居。在中国，人与动物的生存区域并没有明确划分，这是中国野保最大的难题。近年来，中国加大生态保护力度，东北虎的数量开始增长，但老虎领地的增加速度偏慢。长此以往，人虎矛盾将不可避免地频繁发生。辛巴刚到肯尼亚马赛马拉时，曾面临同样的困境，打击盗猎，帮助当地人找到新的收入来源，用房市围栏区隔人和动物。这些措施不仅能减少人和动物的冲突，也帮助动物和人找到各自的安全地带。中国与肯尼亚人口数量、建设程度和栖息地状况都不同，马赛马拉的野保经验并不能照搬到这里。中国要找到更富有中国智慧的方式。红外相机中的影像也证明了科研人员的判断，我们发现野猪、狍子和狗獾，没有东北虎，这片森林并没有取得妞妞家族的信任。天气一日寒似一日，暴雪即将来临。根据科研人员的监测结果，老三跟着妞妞向西南方向的中国腹地深入，老二留守妞妞的原有家域，
老大向东寻找新领地，分离后的一家四口去往不同的方向，而时间还剩五天，不可能同时追踪三条线路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。从地理位置看，老大距离我们最近，而且中俄边境有铁丝网阻隔，也许更容易发现老大的踪迹。行了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工作范围。所见之处，所见就是都是林场，都是。这林里动物特别多。啊，是吗？啊，野猪啊，嗯，狍子，啊，兔子，还有黑熊，啊，还有黑熊，都在周围出现。都是森林啊，特别是咱这林里象比较多，所以说野猪秋天的时候成王的那样过来，很适合老虎。哎，对对对，是在生存。大林领地。有一天晚上吧，我狗突然使劲叫上了。不来什么大动物或者外来人啊，就这么叫啊。我也挺纳闷儿，咱仨哪儿开着门，大家帮吵吵，也不敢出去啊，也不知道啥东西来。这回看你是啥？看清楚没？哎呀，黑家伙。黑熊，咱们叫黑家伙，那玩意儿来了，不是老虎，不是。你在这工作这么多年，看到过老虎没有？哎呦，这还真没有。这里距离中俄边境很近，但依然没有老大的踪迹。还剩两天，一切却回到原点。星巴不甘心就此收场，既然不能亲眼见到妞妞家族，至少我们还可以从科研人员那里得知他们的近况。只要他们还生活在这片森林，那么一切都有希望。我们决定去东北虎豹科研监测中心再访郎建民，他在这里工作多年，一定会有妞妞家族最新的信息。你说跟我说那个妞妞的事儿，他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年监测，老二突然就失踪了。失踪？怎么会失踪？怎么说呢？就是他在跟母亲分离那段时间，就是我们在相机点位上没拍到他，有可能回到俄罗斯了，也有可能向我们内陆地区扩散了，就是暂时找不到他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那个妞妞的位置就是这个红点这个位置。他在这个活动范围，老二失踪之后，就发现他那个老三，就是又回到那个这个领地了。他妈把他撵出去之后，搁这边兜了一圈，看到这边还有老虎，竞争不过人家，又跑来了，回到他妈的领地。妞妞走了，妞妞估计去什么地方？妞妞很有可能跨越这条公路，奔到整个宝鸡外围这山林里去了。时至今日，我们才意识到，也许一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四只虎已经奔向各自的新生活。我们没有找到妞妞家族，是个遗憾。但野保工作的目的，不是见到老虎，更不是圈养，
而是在开放的自然环境中保护它们。如何做到既可控又放开，这正是中国东北虎保护工作面临的难点。哎，行吧，嗯，我听说你那个上非洲待了十年，哎，你这十年在非洲挺不容易啊，怎么挺过来的？各种困难都有，特别最大的困难，我就觉得是在非洲做野保都是来自欧美的组织或者是当地的组织，嗯，最开始去也没有中国人做野保，嗯，那么在非洲的华人都是在做生意，嗯，那么很多人不相信，觉得中国人做不了野保，觉得中国人就是好像只会做生意不会做公益，就没人相信。后来我也没办法，只有加入原始部落，就住在野外和狮子住在一起，和部落住在一起，慢慢慢慢把这个路趟出来，挺不容易。要不是真心喜欢的话，不可能挺这么多年。确实很难，在异国他乡呢，确实很难。很多事情真得坚持，是吧？对，就像你坚持在做这个事儿，做十八年，嗯，很多时候你不坚持就放弃了，对，放弃了也就实现不了咱们的这种情怀，喜欢大帽、喜欢蒙色的情怀。嗯嗯。明天咱这样吧，咱俩到野外实际操练一下吧，找找我那儿的老虎，好吧？太好了，看看你这个搁非洲草原上那个奔跑的人和我这是爬山的人，咱俩看看谁厉害。这是个意外之喜，郎建民同意带我们进入东北虎活动的核心地带。这是一片秘密森林，并未对外开放。丰富的水源和厚泽的植被，给动物们足够安全感。它们很聪明，找到一片宁静而温馨的处女地。来，你看，哟，这就能和老虎过去的感觉，很清楚啊。这是那掌垫，脚趾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啊，这边应该还有，那个就是，这个是吧？对，那个是，这个是掌垫，但那个不清楚，对。这个脚趾在这儿，嗯。那为什么这么长呢？它应该中间还有一步。嗯，我量量看看。量一下。嗯，这放脚趾的这儿那个。这是1.36米。你看，母虎。母虎肯定是雌虎。嗯。长。13.5。嗯。那你就13.5吧，圆形的。你估计是啥时候走过？两三天了。嗯。我原先以为，你看这地方形成硬壳了，我以为过很长时间了。对。但前两天下雨了。对。下雨之后，雨大的话都能冲毁，它没冲毁。嗯。也应该就这两天的事。对。应该往上走了。对，往前面走。那上前面看看，有没有好的了。产哪儿的？特隐蔽啊。嗯，地方不错。如果我要是老虎，我也喜欢在地方待。是啊，完美的地方。嗯，来，我坐下歇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这就是你的小河。完了，是现在处的羊坡。老虎都愿意在这羊坡地方待。而且这边有水源也。还有水源，有些地方挺隐蔽。相当于一个山谷啊。对，所有的那个老虎，产崽都产在非常隐蔽的地方。对，在非洲花豹就喜欢这样的地方。是吗？但狮子不喜欢，狮子喜欢在灌木丛，啊，离狮群比较远的地方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营地就附近就比较隐秘，他们就特喜欢在我们营地附近，藏幼崽。哎，你觉得妞妞她可能从这个地方？也有可能。走或者藏幼崽的，极有可能。
是啊，老虎都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去行走。我们以为找到虎穴和两天前的脚印，也许就是此行唯一的收获。没想到，还有更大的惊喜等在后面。这用光吗？这要光。看到没？这脚趾头，这个光行吗？可以。微弱一点。嗯，对，再弱一点。好，再弱一点。好。尺子，尺子。什么在这儿呢？尺子。好，尺子找到了。好。干嘛干嘛？这个是老虎的，啊，这是老走的，那是老虎不会的。太大了，嗯，这个绳子有点太高了，这跑。确实，很清晰。很清楚。一枚新鲜的虎脚印，这意味着它离开不到一小时，东北虎就在我们周围，而没有看到。恰好证明它有足够的地方藏身和生活，这正是中国生态保护工作的意义所在。妞妞一家四口，老大有了固定领地，老二不知去向，只剩下妞妞和老三，但是不知道还会不会亲眼见到他们。同为野保人，对动物都有无法割舍的情怀，这是支撑他们从事野保工作最简单的理由。这是我们在珲春的最后一天，大雪将至未至，河水却开始暴涨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。十天里，我们失望过，欣喜过，追踪过，也丢失过。放下寻找妞妞家族的执念，我们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。只要这片森林还在，只要我们不停止地探索中国野保路径，终有一天，东北虎种群必将在这里繁衍壮大。没想到老三离我这么近，当时我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在附近。原本老三是妞妞家族里面最弱小的一个，他居然可以克服这么多困难，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。他现在应该是这片森林的女王。
昨天在这边发现老虎的脚印，今天晚上过来搜一下，看看老虎会不会回来。刚才梦见了老虎，没有。还是没能亲眼看到他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距离就近在咫尺，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呼吸，他也必能感受到我。就在不远的地方，东北豹的行踪比东北虎更加难以捕捉，如果不下这场雪的话，我们基本上看不出来任何动物的脚印。他那个林子里头咱没走过的地方，保证还有脚印。灌木特别密的地方，其实动物也不会走。除了红外监控视频，极少有人能拍到。会上树，会挖坑，然后用伪装网。我们是一支专业的户外探险拍摄团队，要小心一点，这个坡度太陡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林子那么密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它，它就已经先发现我们。这次我们要挑战拍摄野生东北豹，